we go. This family. Is our fortress.欢迎回来，这里是美漫放毒社。迪士尼在不久前发布了《阿凡达二：水之道》的首支预告片，它的第一部早在2009年就已经上映了。从那时起，这部电影的续集就一直是严格保密的状态。在第一部上映后的13年里，它几乎一直是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直到2021年《复联4：终局之战》才成功的从它手中夺回了桂冠。下面我将先从第一部电影的剧情入手，来对这支预告进行解析。在遥远的2154年，由于人类耗尽了地球上所有的自然资源，世界几乎变成了一片贫瘠的荒地。主角杰克·萨利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执行战斗任务时由于出了差错，导致自己瘫痪了。而杰克的哥哥是阿凡达计划的一员，这个计划能让人通过意识来控制宿主，这样人类就可以在登陆的任何星球上通过模仿当地人来与当地人互动。可好景不长，杰克的哥哥再次抢劫中被杀害了。为了完成哥哥未尽的事业，杰克接受了采矿公司的邀请，被派遣去潘多拉星球接替工作。而人类之所以不远万里的前去潘多拉星球，是为了一种不可得的矿。一旦掌握了这种矿产资源，人类的能源科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获得它，杰克与队友洛姆和格雷斯博士试图融入当地的纳维族。他们在野外的第一天，杰克就被一只叫做死神兽的野兽袭击了。之后他便与队友失去了联系，并在丛林中迷路了。危机关头，他遇到了救他的奈特利，而奈特利是当地纳维族的公主。当地的纳维族一直以来都与潘多拉星球的其他物种和谐相处，过着一种简朴天然的生活。他们的沟通方式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只要接通连接线，他们就可以和一切生物交流。在把杰克带回到他的部落之前，奈特利奉命教杰克他们纳维族的生存技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他们俩坠入了爱河。因为这群纳维族住在一棵家园树下，树下有一大堆的不可得矿，所以杰克按照采矿公司的要求融入了纳维族，并试图说服他们搬离这里。但由于纳维族与大自然的联系，杰克、格雷斯和队友洛姆都清楚，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这里。然而在公司得知这一点后，开始对家园树发起了攻击。在杰克、格雷斯和洛姆警告了纳维族后，采矿公司和军方最终还是毁了家园树，而杰克他们也被公司当作叛徒关押了起来。后来杰克等人在退役军官的帮助下逃跑了，但中途不幸的是格雷斯被公司的安全领导人迈尔斯上校射杀了。之后杰克为了表明他现在真的与纳维族是一条心，他设法与一只被称为托鲁克的女妖异兽心灵融合。因为这只女妖异兽只有部落的传奇祖先才能驯服它。之后杰克在神圣的灵魂树下找到了剩下的纳维族人，他们一同出发召集了星球上的其他部落，以便对采矿公司做最后的抵抗。然后纳维人从空中和地面发起攻击，迫使公司和军方撤退。而杰克在与上校的正面交锋中，虽然他的真实身体在战斗中受损，但最终还是把他们赶跑了。在电影的结尾，杰克放弃了人类的身体，把灵魂转移到了阿凡达身上，成为了纳维族的领袖。现在第二部预告片以磁能量漩涡和四个纳维人在连接着漂浮平台的树根开始。其实这个区域不仅重力异常，还是第一部电影最后决战的地方。由于这里重力不平衡，干扰了人类的仪器，因此人类无法使用他们的雷达，所以这就是人类使用的阿凡达宿主没有在飞船上与纳维人战斗，而是乘坐着潘多拉星球上的本土野兽在战斗的原因。我们还在预告后面的海洋区域看到了更多的重力异常，这对整部影片来说会有很大的意义。而在预告的开头和后部分，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丛林中出现的一个人类，从他的举止来看，他和纳维人非常相似。根据百科，这是一个名叫杰维尔·索可罗的角色。虽然在第一部电影中采矿公司逃离了潘多拉星球，但还是有一些人类被留在了这里。根据我们对电影的了解，杰维尔·索可罗应该是在这个星球出生的，他应该是被杰克和奈特利救出后收养的。而杰克和奈特利在影片中也将有三个孩子，分别是老大内特亚姆、老二洛阿克以及小女儿图克蒂雷。我认为他们三个就是在预告一开始和杰维尔一起跳过的纳维人，但碍于肤色相近，我们还是难以具体辨认。然后镜头切换到奈特利穿过丛林，树叶的阴影掠过了他的脸。虽然这部电影因为使用的所谓的 PSR 图像渲染而被网友所诟病，
但我认为这看起来也不错。卡梅隆在一开始只是宣布了这部电影会和下一部续集一起制作，但他现在又宣布了另外的两部续集，这样一来阿凡达系列总共会出五部电影。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阿凡达的电影。而第二部的开发之所以总是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动作捕捉技术在水下根本无法进行，但卡梅隆和他的同事们花了10年时间来开发这项技术，到了如今他们显然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把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电影中。目前整部电影都将围绕纳威人寻找新家展开，从演员阵容来看会有几个潜水的角色，其中泰坦尼克号女主凯特温斯莱特将会扮演罗纳尔。根据百科，罗纳尔将是一个关键角色，所以温斯莱特为了这部电影不仅学习了动作捕捉，还学习了自由潜水。而且温斯莱特成功的屏住呼吸长达7分钟，还创造了水下拍摄电影的世界纪录。另外卡梅隆还说西格尼韦弗将会回归，他将会扮演一个新角色，而不会再扮演第一部中的格雷斯博士。因为在第一部中，在格雷斯的身体和他的阿凡达进行转换时，他的意识进入了灵魂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扮演伊瓦系统的声音。另外在第一部电影中被奈特利杀死的迈尔斯上校也将回归，虽然卡梅隆表示他不会透露是如何让他复活的，但总的来说这毕竟是一个科幻故事，肯定会与科幻的情节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系列的前提又是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创造可以植入自己思想的身体，所以我认为卡梅隆可能会通过克隆来复活这个角色，迈尔斯上校可能会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类似阿凡达的角色。卡梅隆还说迈尔斯上校的角色在接下来的几部电影中将会发展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虽然他仍然会是一个主要的对手，但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他从纳威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他是克隆体或者只是被采矿公司用来征服星球的东西，那他会非常冷漠，但纳威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可能会让迈尔斯上校看到生命的另一面。现在关于这部电影一个有趣的传言是卡梅隆他们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水下动作捕捉拍摄，而且还能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让我们在影院体验到 3D 观影效果。我认为第一部电影的成功大部分都归功于 3D 技术的革新，虽然后面好莱坞把这种技术搞砸了，但如今用它来做还是会很棒。而这支预告显然是他们的水下镜头太多了，才导致 IGN 给这部电影打了6分。我们还看到了他们飞过了海洋，飞到了那些树根暴露在外让他们免受洪涝的树滩边，画面中还出现了很多的海洋生物，比如一种巨大而温和的鲸鱼，以及类似黄鲷鱼的生物。这些好看的画面映照了我们现实世界里的潜水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潜水女纳威人可能穿着一件 T 恤，可能是对应的第一部电影中的格雷斯博士，所以她很可能是控制着阿凡达的一个人类。因为我们还看到了人类在建造修复基地，那么人类仍然还在使用阿凡达计划来融入当地人。而且由于在第一部电影中的地狱之门基地被遗弃了，所以他们可能回到了有很多物资的前哨基地。这里有一个机甲人类，还有2个阿凡达纳威人，虽然还不能100%确定这是谁，但范迪塞尔已经被选为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之后杰克和奈特利的孩子们应该是在荒野中遇到了他，尽管他们看起来确实像是人类军队的一员，但他们可能是被派来调停和平的。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女阿凡达骑着类似于蛇颈龙的镜头，她其实就类似于第一部中与纳威人心灵相融的高山斑犀兽。此外影片还展示了更多重力异常的现象，以及杰克养子哈维尔在人类基地发起的攻击。这个人类阿凡达看起来很生气，后面我们还看到了基地被水淹，这让我觉得人类将会在潘多拉星球的海洋中建立采矿工厂。我们还在预告的后面看到纳威人与人类对抗的一些镜头，似乎他们将会进行一场水战，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信息了。感觉预告片的这些镜头是在故意误导我们，虽然有很多漂亮的视觉特效，但我更期待看到纳威人这边的阿凡达人类与伪装成纳威人的人类对抗。总而言之，这就是这期视频的解析视频，我回顾并整合了一些花边新闻在里面，希望你们能喜欢。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见。